由 SD 钢弹 G 世代制作团队开发，结合三种不同系列所推出的英雄战略 RPG 超级英雄世代，要让英雄们一起联手再度打倒那些侵略地球的坏蛋们。超级英雄世代主要有三个不同的主线让玩家们游玩，分别为钢弹篇、假面骑士篇以及超人力霸王篇。每个任务中，在基本的胜败条件之外，隐藏着有许多条件所触发的特殊任务，若是成功达成，就会有丰富的奖赏等着你咯。但是特殊任务中的敌人比一般的强大许多，所以玩家们要好好利用击败敌人之后的状态提升奖励，以及多一回合的行动机会，冷静安排如何解决敌人一波波的攻击。本次的原创角色阿鲁弗洛迪瑟欧在剧情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为了寻找恢复故乡的关键莱提亚宝石踏上旅途。在与我们的英雄相遇之后，誓言一同击退这股想要毁灭世界的黑暗力量。虽然他在攻击力上稍显不足，但是可以控制母舰诺宾诺亚，让血量或是行动值快要归零的英雄在一回合内通通补满，真的是相当的方便哦。本作还有个值得一提的特色，过去这种游戏多半是收录原作主题曲的无人声版，不过这款游戏可是收录了25首的原音主题曲呢，真的是好热血哦。